这保温的效果好到整个冰块都冻结了，真的太夸张了，各位！太卡好矮，嘿，梅森，热销突破千万的微笑骑士杯来啦！这次开团的是第二代哦，手提把手大进化，方便挂机车且手拿时尚哦。里程有过滤网，泡茶也可以哦。这款保热保冰都没问题，在防漏的设计上也做得非常的缜密，可以说是必买款哦。特制的吸管上盖，轻轻的往下一压就可以防止侧漏，这个小巧思乐扣真的很懂哎。这次的容量加大到750ml，更适合我们日常使用。而且我们实测经过6小时的保温效果，不论是热茶还是冰块哦，都还是非常的完美。底部也有可爱的纸滑设计，而且全部的胶条也都可以拆洗。这款共有5个颜色，莫兰迪色系非常的好看。这款微笑骑士保温瓶绝对值得你拥有哦！各位赶快留言加一，我传链接给你，或到主页链接去下单吧。